当婚姻走到尽头，明星离婚后再爱容易吗？巨蟹座容易记得伤痕，所以他不容易记录下任何。世界上最惨的离婚例子都发生在巨蟹座身上。对。初期确实有陷入很忧郁的状态，一个人打很多份工，又要逗小孩开心，大概有两三年，每天都要吃很多安眠药才睡得着。如果实在睡不着，你打给我，演艺圈好好聊个天呢，看你睡着，帮你盖好被子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不用到现场。